小姐姐，走路的时候要看前面。站稳了没有？我松手了。啊，特弥斯事务所的律师。最近上新闻的就是你吧？我听过你的名字。嗯，活动下脚踝，看看有没有伤到。没事就好，工牌给你，我走了。啊，我还以为已经骗过你了呢。嗯，你反应还挺快的。怎么，想要我的学生证？要去政教处告我一状吗？看来我是坚决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了。小姐姐怎么不说话了？哼，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是被我帅气的笑容迷倒了吗？哎，别生气呀，刚才你也没看路啊。要是厘清事故责任的话，我们各占50%。喂，你来我们学校做什么？是不是参观画展呢？有意思，你来参观都没弄清展览馆怎么走吗？走反了。不是换地方，是去年新建了一个。
没错，新馆不只是校美术馆，也是未名氏的市立展览馆。算了，我带你过去吧，就当承担这50%的责任。